계열 4년 전 번! 또이! 펜타 세션! 니칸! 와! 我们前一阵子卖三元炸饭联名火锅2000元套组，大家买好了吗？然后已经吃了吗？如果吃的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还有在 IG 的期限动态里面也有很多人放那个吃火锅的样子。对，所以相信很多人已经买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还是线下，大概100只左右，因为还没到圣诞节嘛。对，天气也没有很冷嘛，现在的话很适合吃火锅的，所以今天我准备了10000元的火锅。 因为上次我们已经拍了介绍2000元套子的那个，所以今天食材们不一样，这个锅子跟汤底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你看这么豪华的食材，哇，有龙虾，还有螃蟹，还有生蚝，和牛、沙子都有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挑战10000元火锅。 前提2000元挑战火锅套组，11月9号开卖，限量333组，还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的幸运药。我们一起来干，2000元火锅起步吧！大家一定要加油！ 我要说明一下，这些新的食材是我们合作的公司水产优的另外一个号子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要买水产优的这个10000元的这个豪华的食材哦。但是那个10000元食材里面的锅子上面没有我们3 piece 的 logo， 这样子很要注意哦。对，太高级了吧？10000块的火锅吃过吗？因为海底捞算是比较高级的，但是不到10000。上次估价王也才7000-8000。对呀，3个人吃也7000-8000。 还有汤底的部分，其实有一点有改变。麻辣，我们在之前的影片里面也说太辣，所以这次麻辣火锅的汤底就是这种，应该是鸡汤，应该是麻辣的，加起来的话辣的感觉也比较刚刚好的。12月之后买这个的人的汤底是这样子的状态。好，不要废话太多，开始煮吧。好。 但是问题是，你看这个那么大，不能进去。因为这个原本不是我们的套子的食材，所以这个锅底跟这个食材的 size 不同。特别准备超级大的锅子啊，这个不是套子里面哦。开始煮吧。好。好。哦，你要开这个吗？我真的很好奇这个里面到底多大。哇，太大了吧！ 整个都是耶！哦，要煮它喽！好，小心！哦，已经放不下了。龙虾先生，这是波士顿龙虾。来，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太好了吧！ 这个汤头应该会很好吃。好，刚刚我们的龙虾已经好，然后这个螃蟹是生。哇，这要怎么吃啊？这个不行。啊，对，塞。嗯，有点恶心呢。哇，你好厉害，你常吃螃蟹。哇，高级的人选。你好有钱。我不是泡面，你是螃蟹不泡面吧？<笑> 可以开吗？哇，来了！哇，很厉害耶，真的！来，放进去。里面超多的，哇，真的很多耶！哇，10000块的汤底。哦。耶。 所以最后我们要放干贝，满满的海鲜。现在已经有螃蟹、龙虾、草虾、干贝，然后我们先煮一下，然后开始吃。哇！开火！有。这个已经做好了，这个里面是海鲜锅。那我们先喝这个汤头。哦，这个是鸡蛋的，但是应该变成海鲜汤了。喝看看。
哦，超好喝耶，基本上是鸡汤的味道，但是加上龙虾、螃蟹、潮虾、干贝，超厉害的。你们先吃，我要吃虾子。虾子怎么那么大？那我吃龙虾，龙虾，这是龙虾。那我来吃这个，我吃那个大的。这个生蚝。哇，很好吃哎！这个鸡蛋的蛋多，还有这个龙虾的味道，很棒，对吧？哦，这虾子因为很大只，所以很有嚼劲。哦，这个干贝，这让我们煮太久。哇，干贝的话，我们的两煎鱼头上里面也有。这个是墨鱼片的样子吧？哎，还是花枝？花枝吧，这边的还没有煮啊。感觉会很辣哎。还可以，蛮辣好的辣度，而且我觉得海鲜的话，这个汤底比较细腻的感觉。想吃鱼肉哎，来乌牛吧，乌牛的话大概十秒左右就好吧。刚刚好，刚刚好，不要太熟了。干杯！乌牛或是干杯，来一个。哇，那个肉的品质完全不一样。果然是一万块的。其他的肉是梅花肉片、松板肉，还有炒牛排，总共四种肉啊。真的，像刚刚俊展也说，那个 IG 发文，然后我们看到的他们吃的样子也很多，有印象深刻的画面有很多。那个游戏里面模仿我的影片的影片，我这样的真好吧？有的人在 IG 播模仿我的影片，有上吗？比我上，已经超过我变得新鲜的了。还有我看过买两个、三个，然后自己做4000元、6000元。我有听过一起吃6000元。对吧？对吧？我看得很感动，因为这个。其实台湾以外的朋友们不能买，因为我们的食材的问题，所以台湾的粉圆们买很多。然后我问，哎，你干嘛买这么多？我以为一个人不是跟家人吃，但是不一样，分给马来西亚的粉圆们，他们来台湾的时候一起吃这样子。我看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，我真的很谢谢这样子的。过几天大家都不在台湾了。国际化了，听说俊展也要去泰国啊？对，我的暑假，你们去日本吧？对，我们两个去日本，超级期待哦！俊展一个人去泰国，好孤单。像那种背包客，那你有没有学泰文？你要学一些泰文可以搭讪女生。哦，那个阿洛伊，阿洛伊，阿洛伊是什么意思？阿洛伊是猴子的意思啊，猴子。你们忘记这个套餐的玩法吗？有这个。俊家三人都比，然后修子的不可以玩这个游戏哦。感谢我。好。哎，三人的一模仿一二三人是三个。哦，如果很像，真的哇，这三人耶，这样子的话可以吃三个。如果不像的话，但是俊家认识三人10年了呢。哦，应该很像吧。弟弟都在他的旁边。那俊家的三人，三二。1、2、3。他有字吗？他有时候会。真的吗？他这样子吗？他会。对吧？他会往上看。1、2、3。我知道这个往上看，但是这个没有。这是他一瞬间有反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1、2、3。吃三个。有。哇，这个真的没有注意到哎。那应该。粉圆们会笑到，他怎么了？哦，你会被三元骂。那接下来是透明。好，来，把证件照拿出来给大家看。真的吗？哇！你有什么证件照？我有很多啊，居留证，还有。有没有更以前的？因为居留证有点太最近。那是我高中生的时候。好可爱哦！看哪里了？太没有精神。对，那时候一直都读书，很累。可以拍呀、啊！哇、这个惩罚太害羞了。好，那这是换我，3、2、1。三元二号用 three piece 的手势拿着筷子吃，就可以吗？真的很难哦。可以扎吗？来啊！哦呦呦呦！哦，可以可以。哎，太难了。无比，这样子吧。它会掉。哦。好，来了。哦。很会。那继续吃吧。好。
不好意思，我有其他的工作嘞，现在要离开前。为什么？约会吗？我要跟三元约会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哎呀，三元！拜拜拜拜，太乖了，太乖了。好，继续啦！刚刚我们跟大家一起吃完这个一万元的，果然很好吃。怎么样？一万元的味道，嘴巴满满的海鲜味，而且有高级的嘴巴的感觉，高级的嘴巴。对，但是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哦，我们的是2000元火锅套餐，这个锅底，然后这个游戏的，然后别的食材都有，但是没有和牛那些海鲜，有干贝，但是那种龙虾、和牛都没有，螃蟹都没有。这个火锅套餐的话，剩下还有一点点，所以现在也可以买。如果有兴趣的人，到12月31号可以买。12月31号，所以可以买。大概剩下一个月呢。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，大家。那个的链接我们放在这个影片的说明栏里面，所以有兴趣的人一定要去看那个链接，然后赶快买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大家一定要买哦，赶快去买，快点说明栏。メンバーを募集中、超平の方もどうぞどうぞ、お待ちかね。この海外で一番なんで、概要欄に。